上年阮即马在读图书会啦。没听错，这群阿嬷阿祖级的七仙女读书可不是讲讲而已。每周一次来志工家中，打给这回来塔租。啊，是一百零八页到一百十七页，只要伊念一句话，互人知影讲伊伫遐，伊伫遮。佛陀的代志，讲上人的法，互阮听。翻开厚厚的书，一字一字念，其中好几位老菩萨不识字。塔租，一百多安尼，加减饿啦。啊，无读册，我都自做囡仔，我都未爱读册啊。上人有法多行好，自己安尼解说甲即个代志，即个人安尼遮辛苦，啥物款忍耐都有法多要甲做出来。啊，咱嘛是着爱来学。家人尊者就讲，看不懂用听的，他们从不却步。人看册吼，啊，感觉着有安尼。会迄个袂安尼，小看就发脾气了，就怎会？较袂安尼就对啊。刚开始时阵，拢讲我袂晓讲，我袂晓讲，我袂爱讲。啊，即摆就一个吼，甲伊讲一段，啊，讲到即摆吼，大家拢可以去表达了啦。这群可爱的七仙女从擦法滑坡，现在又能坐下来读书，福慧双修，精神让人钦佩。大爱新闻，嘉兴王昭忠高雄报道。